其实观众朋友们对他私底下的私生活可能不太了解啊，这个就不要聊了，到观众把我当老朋友，我的私生活还什么好介绍？好好介绍你一下。公开拍那规矩摸了嘛？怎样？哎，不是这样子，到现在啊，小哥的。你都不看到都是待人接物啊，是彬彬有礼、啊、哦，彬彬有礼，私底下这是应该的嘛，温文儒雅，这是个人的气质嘛。你大家都不知道，到现在还是完璧之身呐、啊。这就骗不过去，那个推荐新的都请。哎，我这个年纪还骗得过去吗？何止？哎呀，早就 IKEA 家具 DIY 。